太极双刀，是陈氏太极气节套路中双兵器的一种，几百年来在陈家沟广为流传，是最古老的双气节套路之一。双刀套路共35式，布局合理，衔接紧凑，刀法清晰，用法逼真。它以劈、砍、撩、挂、扎、截、拦、压、推、磨、横、架及五花等刀法，结合陈氏太极拳舒展大方的身法，灵活稳健的步法，将陈氏太极拳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活弹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至尽。双刀套路练习要求身法协调一致，刀与步法密切配合，互有单刀看手、双刀看走之说，这就强调了练习双刀时步法的重要性。要想练好步法，必须以拳术套路为基础，有了扎实的拳术功底，练刀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刀如流水、步法如飞、缠头裹脑、快速有力、气势磅礴、刚柔相济的风格特点。现在我们学习陈氏太极双刀。太极双刀是陈氏太极套路里边双气节的一种。关于刀的结构，在单刀里边已经介绍过了，现在主要把双刀与单刀所区别的地方给大家讲一下。与单刀有看手，双刀看走，而单刀要看这个手，这手为掌与刀的配合。现在练习双刀，就是两个手都拿刀与两个刀的配合。单双刀要想练好，就要结合它灵活的身法、灵敏的步法，然后双刀舞起花来要缠头裹脑、缠腰捋背，所以结合它的步法练习，要这个缠头裹脑一定要做好。然后在做步法的时候，旋转，这样配合步伐练习，这样倒着旋转，这样做这些缠头裹脑的时候，它不能在头上这样抡，一定要从背后，从背后。这要叫缠头裹脑，加上这个灵活的步伐，体现出双刀的大劈、大砍、翻身、跳摇这些等等身法与步伐。下面讲双刀分解动作，前三个动作刚才已经演示了。第一个动作，双刀起势，然后两刀向前画弧上步，然后重心前移，跟着下来以后做朝阳刀，朝阳刀下边拳五花朝阳，
反五花朝阳，一、二、三、四，转过方向，从这个地方劈刀，然后再向右转，一、二、三、四，从头上缠过，做朝阳刀，然后把这个再做一次，一、二、三、四，然后回来，一、二、三、四，缠头。这第三个动作叫切三刀朝阳，就是上步切刀，擦步转身，再跳步切刀转身，这三个，再跳步再转身，然后一刀跳步转身做朝阳刀。刚才这虽然是三个动作，它里边有一个起势，这个两个动作是最关键主要的动作。下边我把这个全五花朝阳，再给大家讲一下。这全五花，它是从什么叫全五花？就向左转一圈，然后又向右转一圈。然后摆成朝阳式，这个叫全五花。如果光从左边转或者光从右边转，它叫半个五花。所以这个是左右转两圈，各转一圈，所以叫全五花。再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这个叫全五花。下边这个切三刀朝阳，切三刀它慢动作，可以这样慢慢的垫步这样做，然后是一个突然转身，然后还可以做跳步，垫步以后它跳步切刀，然后转身，再跳步切刀，然后转身。所以这些在前边两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左右转两个方向为全五花，然后这个转身动作要与身法要协调配合好，一定练习的时候要多练习，做到全周身和器械协调一致。下边动作要一刀要步，在做一刀要步的时候，就先砍左刀，左刀，然后向右转上一步，再上步，再转身，
这样在转身的时候，左脚向前盘步，向下做盘步，一刀要步，然后上三刀是刀右刀向左砍，左刀向右砍，然后再砍过来，要上三刀。下边动作雁别金刺，这样把刀收回来，虚脚点地。雁别金刺完以后，要孤雁出群，就是向前跨步，向前猛刺一刀，这叫孤雁出群。然后黑熊翻背，又突然转身，刀从上轮劈，跳步，转身回来，变朝阳刀。这一段动作有几个要点地方介绍一下。一刀要步，一刀要步就向右转，上步转身，在转身的时候这个左腿提起来，这样跨转身下坐，把刀向左右两侧。那上三刀就是往前进步轮劈，这是一种向前进轮劈进攻的动作，所以它要求刀法要快，步法要活，转回来便是要雁别金刺，要往前出刀，后边这个要看着两刀要上轮圆跳步，转身抬头裹脑再回来，所以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要求转身要快，刀要轮圆，步伐要轻巧跳动，然后定式。下边动作叫左擦花右擦花，是跳步左弓步两个架刀，跳步以后是斜方向提腿向左前方跳步砍刀，跳步转身左刺步，弓步架刀，然后左刀砍再向右前方再跳步，又转回来两个瀑布，这叫左右擦花。下边动作两刀朝阳，一刀两刀转身做朝阳刀，下边叫蝴蝶洗水，又是两刀，一刀两刀向上旋转拉过来，刀尖向上劈腿扎刀，然后一刀朝阳。
这几个动作主要讲一下是左右插花。左右插花是两个腹部架刀和身发要低要稳，架刀要蓬圆，有这种气势。这是然后这边你把这两个动作要看好，把动作要做准啊。这是两个腹部架刀，然后下边动作就是讲一下这个壶颠吸水。壶颠吸水是从下边拉刀画壶向上提腿探身向前扎刀，这个一定要把步伐要稳，这个腿提起来与这个扎刀要动作完整一致，这样做拉下来，对，好。好，下边几个一组动作大部分都是重复的，这个左右插花跟前边的是方向不同。大家看一下，跳步拉步，然后再向这边跳步，两刀朝阳，前边有了，两刀复虎，右一刀左一刀转身上步挥刀，好，然后再做一刀朝阳。这几个动作都是前边重复的。这一组动作主要讲一下这两刀伏虎，其他几个动作都前面都讲过了。这两刀伏虎它的主要要领和要求，在两刀朝阳以后也是做两刀，凡是两刀朝阳它都是向前左右它劈两刀，叫两刀。这样转过来以后正脚跨大步，两刀合力向前推，这个作用是对着对敌的胸部和肋部，或者往上对对方的颈部，所以这是一种攻击动作。所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速度要快，劲力要整，转身哈哈。下边动作是钟馗仗剑，
是下斩刀，下斩刀提腿，正脚上步向前扎刀，扎对方的胸部。好，那中会仗剑再做一次，站刀腰部扎刀，下边要古树盘根，就转一圈上步，然后再转回来，这样跳步压刀，然后翻身砍，跳步要翻过来，翻过来以后要一刀朝阳，又翻身跳步转过来变朝阳刀。好，下边把古树盘根翻身砍，这个介绍一下。古树盘根是往下压，有盘腿下压，有千斤下坠的这种压力，然后对方的压住对方的器节，器节他往上挑的时候，利用他的姿势向上忽然翻身，翻身下砍，这是一个一攻一守，这自翻身砍击对方的这个方法。所以我这样再做正面，再给大家做一下，要盘腿下压，忽然翻身砍，好，下边动作叫左右脚下，实际上就是左右翻身砍，要上步先向左，然后转身上步盘腿下压，压过来以后翻身下劈，这是一个向左转的左翻身砍，然后再向右一二三上步压腿盘腿下压翻身，就左右两边两个翻身砍，然后下边叫左右两刀，两刀朝阳，然后上步一刀两刀，再上步转身做朝阳刀，前边实际上就是左右脚向，就是两个左右翻身拉刀翻身砍，再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向右一二三四五，然后两道朝阳，一二三四，下边动作叫两道转向，
一二两刀以后向上拉刀起腿，上步像走八卦步一样走一个360度，转过来以后上步向上提下拉，然后过来以后再向右转，一二三四，到这以后霸王举顶两刀相合，向下上架下刀，这一组动作前边的左右翻身砍就不详细介绍了，下边的左右脚转向就两个要转刀和霸王聚顶这两个动作再给大家讲一下。还是从这朝阳刀开始，一这两刀，一二这样拉下来，这样做好以后起腿先向左转，转一个360度，转回来再向摇起腿，再向右转，转360度，转过来以后撤步下合，向上架刀，这两个动作它主要要求刀法，刀与身法步法要协调，步法要稳健灵活，在应用的时候就是好像对对方包围，在转旋转的过程中要找空隙突围，这两个刀上架就有泰山压顶之势，也要把它推开那种气势，要往上架着对方的器械来保护自己的头部和身体。下个动作罗汉降龙，就把上架器械向左边划空，然后上步从头上下扎，所以这个动作连贯做的话，这样一转上步下扎，然后下边就左右片马刀，就结合腿的一种方法，一二要转身以后刀从上下砍，
腿下上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要叫左右片马刀。嗯，再看一遍，搭完以后，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两刀朝影，一、二，转身做朝阳刀。下面动作，白蛇吐信，左手上架，进步，右刀向刺对方的胸部，叫白蛇吐信，要求这个弓步拉刀，然后左扑右扑就连续再刺两刀，上步再扎左刀，再扎右刀。叫白蛇吐信和左扑右扑连续三刀，好，转身上步七星，又虚步架刀，下步跨红，又转身变虚步架刀，一刀下势就半个五花，转身劈刀，然后收刀。这段动作，白蛇吐信和左扑右扑要连续抓起来，连续三刀，进步，连续三刀，然后转身做这个上扑七星的时候，是右步右脚虚脚下刀，然后下步花红是左脚虚脚架刀，所以这两个要把它分清楚。哦，最后。这个一到下势的时候，就转身要快，劈刀要猛，啪，然后收刀，要动作要协调一致。